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欢子。今天我们向田里面去抓那个稻花鱼，我带了个水鞋过来，这天气太冷了。上次种的大白菜现在很大一颗了，衣服脱一下，别搞到有泥巴了。抓了一条，袜子进水了，水里面湿掉了。刚刚抓完鱼，已经太阳下山了。这袜子，好像这个里面进水，这个袜子都搞得有泥巴了。等一下我们拿回去洗。现在我们去摘一点菜回去吃。今天我们去抓一下那个洞里面有没有熟鱼啊？上次那有小伙伴说我把鱼先放好的。好像没有，没有啊，这两个都是通着的，我伸着进去抓，然后上次我把它赶到这边了，然后从里面掏出来的，有小伙伴说我提前放好的放里面，然后拉出来的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啊。大家看到这个田应该很熟悉吧，这个是我们打谷子那时候这个最大的田在这里。摘点猪菜，天马上要天黑了，摘一点叶子，老叶子回去给喂猪。看这边好漂亮，这个晚霞一层一层的，红遍了整个天。这个菜叶子全部是动虫吃的。哎，摄影师今天教你个任务，帮我拎着鞋啊。过几天我们要撒那个牛粪啊，放田里面，做肥料的。过几天我会给大家拍。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欢子 TV， 我给大家拍摄更多原生态的农村生活。走了，回家了。